不信呢？你们不用不信，这把指定老多御剑仙了，100%。我们就玩游戏，从来就这样。第一把没有的东西，第二把狂出，是吧？一不玩瑞文，那瑞文就天选瑞文，夜游天选瑞文，没装备。全是饮血剑，咋玩啊？你看，无尽来了吧？无尽春哥饮血剑，虽然前期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御剑仙啊。但是不用慌张，这属于正常现象。看，饮血剑来了吧？来个三星红，我们前期猩红过渡啊，先来一首猩红过渡，猩红神盾，亚索给他撇了。无尽给上，饮血拿下。无尽给谁呢？派克50攻击力，卡牌45攻击力。这个明显就打不过。没有天选难顶，不难顶。我们等一手，不着急。他虽然是神射手呢，但没关系，他没有装备，我们生。给我来了一个对儿，三个对儿，俩派克，俩蜘蛛，俩卡牌，给我整了仨对儿。这个站位确实挺傻逼的，刚才应该把派克站中间，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我？为什么？哇，天选露露厉害。卡牌甩个牌，
差一点点，差一丢丢。为啥没天选呢？因为啥呀？啊？因为啥呀？就一个御剑仙呐，这都不算事儿，兄弟。你想一想，上一把，你想想上一把，我们前期一个锤石都没有，那个沼泽哥也没有，莎莎也没有，是不是？但是不是还是来瑞文了吗？打了一波倒数第一，哎，这大剑皇子直接拿下，一会儿直接全部，我们直接全部两星就起飞，下边给我来个皇子加个派克，哎呦我，直接无敌。这皇子这脑袋上怎么有俩羊犄角啊？你确定吕布以前是这造型吗？人家不俩虚的吗？我看恶魔人你看说什么来着，是不是刺穿他们？插个派克，银马可以吸，我都没钱拿它，这么地儿。你们这全让卡特给转死了，我的妈呀，这一波能打输了，卡特把我队给我平了，我天哪，刺穿他们。这难道说要明咒节？不行，不好用。这波卡钱了怎么办？我决定把这派克卖了。逆发牌原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信我，这一把百分之百啊，出的人是御剑仙，百分之百天选蓝刀锋或者是莫干辣，要么就是妖子，百分百。我都玩多少回了？因为你上把玩的东西，你没吃鸡儿，这个发牌员感觉到什么呢？感觉到你啊，这个非常的不爽。所以这一把呢，所以这一把他就会给你安排一下
啊，给你安排一下。赵信拿一个打工也行，其实。但是9块钱，我这经济有点拉呀，拿个吧，拿打工吧。我们就这质量，一直应该能打工打到8级。把派克换成剑魔吧，是不是？早为什么不说呢？早不说。刺穿他们。这把就是钱有点少。钱太少了，这装备挺多的，我都6件装备了啊，他们也6件，这钱咋那么少呢？没事，用我们的连胜。来把钱攒一攒。因为我场上的人太多了，也导致我们钱少。我们场上打工的人太多了，这个5块、8块、4块、3块、3块，我爸4333。光这场上的咱就23块钱，一共咱都能有50块钱了都。一会儿卖了就行了。对，主要是场上的人他比较的多。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连环控制。小法能死不？这波居然没赢，哎呀我操，难受了，这波居然没赢，本来我又能攒1块钱，可恶啊，简直可恶。拿个大腰带，
我觉得这装备要是给赵信就好了，就猛了，这装备没给赵信。带着闪亮的心踏入战场，四块五六七八，有同行完了，干啥就完了呢？老慌什么呢？这哪是同行啊？这不刺客吗？他就拿个莫甘娜玩一玩，我估计。黄子儿不往后一抠，你这往前一抠，烫死一个可以。给点钱，我把这剑魔拿了。大剑。给了个反甲，好像没什么用啊。这只能和春哥了，拿把大剑和个春哥。哎呀，这啥呀，星空之月啊。我的剑魔呀是真垃圾呀，哎呦我操，我的剑魔连个屁都放不出来，你能放个屁也行啊。蹬一下都赢了，套个盾呀屁也放不出来，给带个锁子甲好了。我放了你没闻着，给你上个锁子甲啊，给我放个屁出来兄弟。
我希望你可以放一个屁，给我瞪个人儿，行不行？给我瞪一下就行，小瞪一下。这家应该能打过，我感觉打不过吗？不行，50滴血，这剑魔升二了，升不升呢？先升了吧。大蛇可以用啊，大蛇往前点放。大蛇，瞪一个，哎，大剑莫干辣，我操！你小王八犊子，哎呀，我这大剑没拿着，咋办呢？刀锋，不行，给个蓝 buff 吧。多放点技能。给个腰子，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腰子有没有？腰子。他们的骨头将磨刀石。差个腰子啊，我们呀，刀锋没放出来技能，这波放出来技能赢了。
你看莫嘎拉是不有都是，我说啥来着，也就刀锋差点吧，给俩锁子，给俩大剑，差个腰子就起飞了。给俩大剑吧，给俩大剑吧，给俩大剑吧。鸡巴，简直了，我的天哪。妈呀，银手一个日炎呢，加个水银，感谢蓝脸汉的十三舅的大火箭。我们的大蛇上去卖，让这蛇上去死去，直接就开瞪，给个水银开始瞪人。哎呀，今天这东西好辣，给我鼻子给我辣了。带着闪亮的心踏入战场。不要蛇女儿，凑合用吧。要不要蛇女，要不要老头，凑合用吧，现在差个春哥。这难道说是同行？你们信我啊，你要玩阵容你就玩一个，第一把阵容没给你来对吧，夸夸来别的，那么第二把一定来你之前那个阵容，也不能说一定把80%，他就是故意要气你，也不是气你吧，是故意的要告诉你，哎，你这个阵容是行的，你可以来玩，上一把没让你玩着，这一把给你玩一玩，这一把是不是比上把顺？这一把的莫干辣白嫖的，刀锋白嫖的，还有这女刀锋一地地三四个，可以，这卡特死了，他就没啥伤害了。呀，我操，这金克斯这么……哎呦，血有点少。刚才我们三十滴血排第二名，这帮人血都很少啊。这波来一个。龙爪，火炮吧，
青鱼儿也没了，拿火炮拉营口找腰子。不会吧，永恩难不成要升满了？要想吃鸡儿，哎，俺们就得有三星莫干辣，知道吧？把莫干辣都拿着，否则他就吃不了鸡儿。先把这二星小法给他带走。卖一个，别递莫干辣了，大哥，随便给一个吧，这三个都对死了，别给莫干辣了，没有钱了，哪有那钱啊？赶紧提升质量啊！这哪有血了？关键是二十滴血一轮就没。你他妈死去吧！我一波带走一个，行不行？我这是我莫干辣三星吗？哎呀，我操！他没死，他十九滴血，这波他能没死？我是没想到的啊！真牛逼！这波他没死，永恩换个夜游群体加法强，你们觉得有用没？我是不是又上当了？我应不应该上瑞文？忽然之间给我刷俩老头，让我整的都不知道该咋办了。无处可藏。宗师吧。大蛇挺重要的，说实话。带走一个，又剩一滴血。你们是真能剩啊，这血呀！哎呦我操，又剩两滴血。现在我打第一名，我不一定能干得过他呀。还是永恩猛啊！
还行，他卡特这波就赚了我一个。我要基本上吧，他这波要杀我，我也死不了，我们也死不掉。没事，我们死不了。他三个英雄打不死我，我剩四滴血，这人赢了。我们就针对他站位就完事儿了。不用跟他多磨叽，打第一名我们就认了。他老头给复活了，就这水平啊啊，就这水平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你吃鸡吧，我不玩了，提点质量看能不能提得上去啊。哎呦，全是莫甘娜呀！别拿了，不要的就别拿了，给我刷了三个剑魔，我操！阿兹尔，他扎堆儿，我也只能扎堆儿。妈，这放个拉克斯，让那卡特后边玩去吧，让他自己在这转吧。我这前三个就上来控他们，一控控一片，他能不能打得过这就不一定了。那莫甘娜怎么回事？怎么启动这么慢？这么长时间没放出来地沟油，我服了。差不多还可以接受，拿了个第二。